以上镜吗？可以啊。啊！靠，本子不景喻。嘿，各位，抢我台词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南丘，南丘，我们今天终于要去南丘了。你会考到？林威。我们今天是要去南丘，我知道我们已经录过去南丘的题材，上次没有讲得很详细，我这次讲详细一点，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录那个什么去车行什么那个都很硬要，什么去炸隧道都太硬要了，所以我们干脆有就录，没有就等有再录。对，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先出发，我们又有点迟到了，我们跟人家约10:30，然后现在已经10:20，然后我们还在地下室，然后我们要赶去南丘，10分钟还是要走。2:00的追你们追的超辛苦，没有，原本是好好开，想说开爽爽的，结果突然半路插出一台 Allen， 冲，然后结果冲了一半，半路插出加木，那就不是冲而已了。加木到我旁边的时候打空档，这样子，真的假的？超爽！他遇到我们都直接爆刷卡，我们从那80直接飙到110。大西西速我真的追不到，真的不会啦，涡轮要改，有 Turbo， 涡轮要改，不行，加到涡轮我们就全输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去晃一下。帅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很久没有出来了。气压就是帅，气压哦，不然再搞一个气压好了。搞气压吗？啊？阿伦，你车卖了吗？卖了，卖了，这么大众，卖给谁？日规，看一下日规，看一下日规啊，日规赞好不好？也是新旧款欸，我都没发现。报告说我们这部影片都没有讲话，他自己不讲，他说不好剪，凑一下影片长度啊。对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一家车库。好 ，OK。你知道吗？报告，你这种身高吼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开敞篷车翻掉，那个这样凸起来救不了你，就是啪，然后一半不见，另外一半还在，所以长太高会有坏处的。对啊。哇哇哇靠，这有帅 ，Man Sorry 的。那位的只有自拍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来南丘，我们停好车之后上完厕所，我们一定要来吃这个炸鸡。新东阳欢迎业配，白痴哦，大高会放哦，什么东西放什么？人家会以为我是鬼面。那现在有人推，好啊，还没出血，那就在喝饮料了。真假的？我看好屌哦。嘟嘟嘟嘟嘟，哇，真好看。傻笑，拿车拿，你会拿车？报告，我跟你讲。哈哈哈！哈，加木跟。我们等一下去清水休息站，听说那边也有人在聚，绝对不是因为没有皮带。让我先看你的皮肉。南丘开不到清修，因为我们一上路没多久就直接亮油灯，还好到了，然后清修有加油站，所以还好，就还没开，靠边。好，我们先进去看看。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有什么车，目前为止就是几台63，那里有台63。
然后还有后期63啊 M3 啊有没有GTR 有 GTR 好像真的比以前少很多，那你的205应该有63的，还有台 SL， 看那应该是 SL5。 我说如果你开美规车一定很难到，为什么？因为美规的后照镜没办法让你那样点喝啊，差不多你喝啊。其实163吼 E Class 应该这样讲，我觉得212最好看的、啊，对啊，而且尤其是你看这个内装，我们等下上车来看一下。哎，它跟你一样米内，这个比较屌。发动不讲了，吓到我。好，我们上车。Shit bro， 明明它的萤幕是阿伦内带63的萤幕，可是它内装真的好新、哦。哇，焊掉了，完蛋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发动了。哎 ，Keyless 来。V8 自然进气就帅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台车的精髓在哪？在这儿。你看这一幕，帅爆！不知道重开会不会有用、欸？没有没有，它是偶尔的。Shit bro， 好吧。它有时候会突然好，有时候会突然这样。好，我们开灯。我觉得这台车让我觉得最恶的地方就是它的方向盘是紫色的，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棕色啦，不是紫色，不好意思，它的方向盘是棕色的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是巧克力色。好，巧克力色，有点棕色的巧克力色，反正就是这台车是那种整个 design go 米内加这种巧克力上面的皮。S O 的啦。欸，不过这台车很扯，哈曼卡丁，这台车基本上高配，它就少了那个主动跟车而已，剩下的这一代该选的东西都有。What's up？ 自拍镜头。这台车真的不错，用过应该。持续追踪我们玩车的过程，不要忘了订阅我们。这引擎马力是不是跟 C 的不一样？这台是520几。520几，那要不要听听看车在哪？在里面听好像一模一样哎、欸。我们现在要偷偷的开着嘉木的车，然后离开，然后偷偷把它开走。嘉木有看到我在开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想说可以一一看一下今天这里的车具有什么车。我气压宽体背书包野马就很屌。那边台那个珍珠白 GTR 我觉得蛮帅的，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。我、哦、干，绿色野马哎、欸，就刚刚就在看。W043海，刚刚有一台黑的 C63，、啊、那边那台 C63， 看你还旧牌也太帅了吧，好赞哦 ，CLS63，、欸、而且它这里是用按的，跟 CLS63一样是用按的，但这里还是用转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终于要加到油了，不然再不加油，我真的就真的开不回家了。一个行程是回程，但是途中我们要先去晃一下，想说很久没有开车子出来溜了，老实说尤其嘉木他很早开63出来，所以我们可以去找个地方晃一下溜个车这样，所以走走走。 Is it okay if I'm the same? I'm catching feelings from all the dealings. Am I astray? What do you say? How are you feeling? Is it the same?Hope you're not planning to waste my time. To my surprise, that was her reply. Now we a vibe. It's been a while and such a ride, the stars align. I love the fact I didn't let it go. 你凶吗？太帅了！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后面的粉丝哎、欸。Hello， 可以上镜吗？可以啊。啊，怎么没有155？155在冬眠。看，好帅哦。对啊。啊，那个呢？灯呢？灯先拆掉了，不然违规啊。哦。我开前面的，你等下开到我前面看呐、啊。哦。太帅了吧！有开了。好。去前面看。等下去前面看啊。对啊。啊。在前面啊。随着我们回到台中市区，今天这集也进入尾声啦。哎、欸，感谢今天真的，原本是那种一般就想说好，我们去爆彩，然后我们原本去南丘车具一下，体验一下久违的车具生活，因为现在降级嘛。结果哦，干演变成一个超好玩的一个，哎、欸，你看不到你算了。好，演变成一个超好玩，就是那种半日游，哎、欸，一个晚上游，这样可以吧？哎、欸，很好玩哎、欸，真的很好玩，就是那种。
我们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出去玩了。老实说，今天这样有找回我们原本压车库的那种初衷，就真的是记录完车的过程，而且这样真的玩得很嗨，我觉得很爽。所以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之后拍应该都会拍这种比较随和的东西，不一定是有关车子的，搞不好今天去吃个晚餐，我们觉得很呛也可以拍。所以就先这样。然后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，这边留言，喜欢的话按个赞，然后支持我们压车库玩车的过程。这一天这样。再看。他什么东西？台根。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